哎，雪莉，早安。金城，晚上好，叔叔，晚上好。先刷黑列，等人啊。虽然我觉得。欸，奇怪，我，冰蓝色，感谢冰蓝色两个月订阅，不是啊，我在什么班，知道吗？MP 啊，米奈安安，晚上好，平安安，我是在想我。我萨尔达要开台湾吗？我就萨尔达开台湾，有点累耶。你们应该想太多东西可以玩、可以做的东西，我就开台湾。怎么说？可能会边看东西边配东西的玩。难怪感觉看起来像宝可梦，真的是宝可梦啊！对，标题还没改，动一下哦。热雷卷 ，LEN， 对吧 ？LE， 完成。嘟嘟嘟嘟，等等，会继续玩昨天的吗？不会，要有人揪才会玩。我其实在想，还是开观众场啊，反正有房间名称，就只是我不会玩到后面的章节啦，那后面章节跟其他人玩这样子啊，但是没有语音沟通啊，啊，纯属各位的默契这样。下次因为昨天玩的嘛。有一部分以上都有上班啊。不用上班，只有三个人，其他人都要上班，对吧、啊？都要上班的，所以而且又有说有家里有事还是什么的，所以才会那时候不是有讲吗？反正发售的第一天我就有说可以那个这几天就来玩，就大家时间看一看揪一揪，就隔了两个礼拜才开始玩。啊，这这安安，啊，不对啦，我在干什么？我是要画画啦！啊，算了，还玩点画了。现在其实有点，对，最近天气这两天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，让我觉得又开始有那种累累病。是开始又睡不好，太热睡不好。我看到你睡到雷公，太扯了吧！我这几天也拼命在出第一个岛那边睡。而且，我那只兵衣部真的是很鬼哎、欸！哎，我现在每一餐都超过100以上。你知道我现在的配置怎么配吗？初代御三家配一只水翼布，再一只冰翼布，我是这样搭哎、欸。不然我原本没有带冰翼布，我开始养冰翼布之前，我的组合是胖丁或是那个嘛沙奈多，配耿鬼加水翼布，就绑定三只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再來就是看是要喷，就看那一天是什么果实或什么料理，就配个喷火龙啊，然后。就配那个食材的啊，大实话这样子。啊，结果开始养了兵役部之后，我干，真的，我那时候原本想说，我的食材每次都爆掉，超过700个，然后不行，每次卖掉我都觉得好亏哦，就在挑小石块，但小石块挑不出一只好的，就后面就在看我的翼部有哪个适合拿来当兵役部的，结果本来有一只仙子翼部是。
拿养仙子一步是不错啦，可是你看我现在有沙奈朵又有胖耳钉，体力其实是够的。你需要冷笑话吗？来，请说。那再来，我就是想说，哦，反正回体力的不用了，那我就拿来当兵一步好了。结果哇靠，一开始我觉得还好，因为锅子容量好像只是加到多少啊，很少很少，那时候等级只有三而已。啊不，一步进化成兵一步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像才加十几个而已。我想说，哇，太少了吧！而且我那时候其实又有点玩到，一天开游戏就只是为早午餐嘛，早午晚餐，可能中间再无聊打开一下，就是收个素果跟那个食材。如果在这过程中常常不小心兵一步是狂暴技能，我想说，还是我干脆拿金种子把它开到满啊！啊，现在是等级7的兵一步嘛。结果我靠！开一次就加31格子，然后两次62，我想说哇干，终于是食材不够用的时候了。你受委屈了的英文你会吗？ Do you 啊啊啊，不会。奶土司晚上好，小子晚上好，很累晚上好。然后你知道，就是不是要配看你是要素果还是就是食材吗？然后看你是要怎么去冲卡比兽等级，因为平时我会看一下哦，今天他这个是要吃火的素果就带喷火龙，炒的素果就带那个大石花，这样子我会这样打吗？又后面哇靠，我全部都不用担心了，我通通丢给御三家跟丁一步就好了。我就每次上线就是收一收，放一放，拔一拔。不过丁一步还是有缺点啊，因为丁一步他的技能发动几率其实很低，所以我那天就是他睡觉之后，应该说吃完晚餐之后，他才发动两次技能，然后睡前我要睡觉的时候又发动了两次技能。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无聊搓了一下，又点了一次技能，他发动了五次技能，所以我那天才会有一餐吃了200多素果的那个。好啦，再刷一只到时间我们休息，不休息啊，换游戏。雨天神母安安，晚上好，感谢。B L R E 的追随，小薇安安，我是他，我就是玩满一年之后，就发现好像我对这游戏其实就已经可以放置了，于是我就停掉了每个月的那个、啊、每个月的会员，然后就随手放置了。晚上好。OK， 啊，我们去看一下我有没有抽到白鸟。哎、欸，我 PC 有抽到白鸟，我想说用我的 Switch 上线拍照，因为手机跟 Switch 的衣柜是一样的啊 ，PC 的衣柜是另外一个、欸。哎，还抓刷 ID 哦？对啦，怎样啦？怎么样啦？抓到黑烈就跟姐姐告白啦，可以吗？我本来以为我去年就刷得到了。猫太郎早安。哎、啊、你昨天最后黑悟空玩到哪里啊？不昨天啊，前天。昨天太累了。可以直播告白吗？可以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我在我们第二次联动完斯普拉顿就告白过啦、啊。但是广宇没有啦，因为现在有活动，我要上线去抽一下。第三章打完了，哎，有没有觉得它其实跟其他魂系游戏来说，它不算魂系游戏，
它是真的，真的就是打架游戏而已。徐安安，哎，我也想你了，徐爷，对吧？就是你看他，他魂系魂在哪边？他就只是魂在说怪比较难打嘛，但是他可以，他不用捡灵魂欸，对不对？这光是这一点，我就觉得说已经让我很敢去打斗了。哎，这个组合是我今天 PC 的组合欸，白痴哦，他组合是一样的欸。我也觉得，对啊，就让我们就是很敢打，很敢勇于面对。好了，死意义了，玩游戏。好了，玩这款了。就找三个食材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养水衣布啊？水衣布真的还蛮好的、欸，它是技能型嘛，技能型的是可以发动两次技能的。大达，智慧的再现。很多人的部分是很多怪吗？怎么很多人？很多人？什么很多人？水翼捕，水翼捕！啊啊啊啊！对耶，我完全都没改，白痴哦、喔！难怪你今天会问说很多人啊，是哈哈。我改了 YT 没改图奇，萨尔达，智慧的在，会的在线，怎么没人提醒我、啊？还是有？我想说怎么雪莉今天又问我说还会玩昨天那一款？然后没有啊，怎么会？不用露啦，露什么手？我的手是拿 Switch 啊，你要看滑鼠哦、喔。你想看滑鼠吗？我只能露滑鼠给你看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拍我的大腿了，瞧个画面，等一下哦、喔。好啦，你们看林克好了。是有什么娃娃啊啊啊啊啊！等我一下，我知道了，要露什么？我是月亮还没来。白痴哦、喔，我还想用滑鼠挡嘞、欸！啊，我要用什么当电的啊？可恶！这个，哎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啊，就这样子，没有手收啊！哎，香菜皮蛋豆腐汤，安安，怎么办？有点不想想你耶、欸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这什么奶油？哇，怎么玩？忘记了，这游戏怎么玩？哎，夏西安安。哦。哦，对啊，回到刚刚稍早聊的，就是这款游戏，不是刚刚说不太想开台玩了吗？是因为有时候遇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聊天室虽然可以及时回答，但是
有时候可能回答过头了，是我不需要的答案，我干脆直接去看安妮的影片就好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我的分页总共有四部安妮的影片都还没看，不是我不怕，不是我怕剧透，是我觉得我现在看我根本忘记什么东西在哪边，对吧？就是那个饰品位置啊，服装位置啊，巴拉巴拉巴拉都还没看。好啦，香菜皮蛋豆腐汤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嘟嘟，我觉得有股比之前更不舒服的感觉。大大，前进时务必小心。不花，嗯，哦对，我会没看到。哇哇哇哇！有看到吗？我的大腿，不行啊，趴腿，万一把脚抬上就被看光光了。那看到巨物怎么办？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哎、欸，我也有哦。等一下，不对，我没有，我那只笑不出来啊！我还是……我当时怎么打滋滋的啊？好像丢石头过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，去吧。黑甲武士，身穿鲜艳盔甲的怪物精兵，能够承受敌人攻击。OK。哎呦！啊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记得。萨尔达的小马。嗯。还有，刚还很认真回说，你是在开观众场，然后大家眼神交流。原来你父亲在这里，不用担心萨达，只要清除裂缝，你的父亲就会恢复原状了。不见踪影的海拉鲁等国王啊，然后嘞，想要去哪里？不去了，对吧、啊？没东西了、欸，不去。哇，这游戏真的不能太久没玩呢、欸。清除海拉鲁城堡的裂缝，把所有人救出来吧！清除海拉鲁裂缝，啊，我没地方走了啊，不是吗？啊，哪边可以走？该不会可雷瓦？哦，马萨嘎！跳跳跳！哎，卯太郎，问你一个问题，我突然忘记的东西，你还在吗？挂台哦，好的，瑞瑞。哦，两本呢？
哎、欸，日语的北子尼是什么啊？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我印象蛮常听到的，可是我怎么突然忘记是从哪边听到的？哈？你有那么烂？哦，没什么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救命啊！不能被看到，没什么嘛。救我！啊，我之所以会说很常听到是，好像是从那个哪里，福利莲吗？是不是那只香香的尤贝尔常常是不是讲北子尼？哎呦！应该是，哎、欸、啊那个嘞，不知道嘞，不知道怎么念。哦，福利也蛮常说的啊、哦，好像是呢。床的世界，希拉奈哦，所以我可以问你们说，哎、欸，希拉奈是什么字？什么意思？这样子，对吗？对不对？我就问你们，哎、欸，啊，希拉奈是什么意思？然后你们就打说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说啊，不知道你们学日文是要干嘛的？幽默哦，主播。哦，嘎奈哦，你还在想新的梗吗？没有啊，就像到时候那个谁，哎、欸，老太啊，反正你到第三章了吗？哎、欸，第三章打完了对不对？啊，你有拿到一只金魄叫不能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就说，哎、欸，你们可以问一下我的金魄带什么啊？然后就一个很可爱的问说，啊，所以你金魄带什么？不能。可以告诉主播，可以告诉我金魄带什么吗？不能，幽默哦。哎，米莉安安，肯定的吧？被抓到了！啊！哎呦，认真，可恶。啊，来这边要玩这个哦。啊，对耶，可是瓦嘎奈不是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五岁岁不是有音效包是 Luno 瓦嘎奈。瓦嘎那瓦嘎拉奈，哇！跳跳跳跳！怎么作弊床？这就是床的世界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床真的是超好用的、欸。啊呜！完蛋了！啊！我这段要存下来，有看到吗？跳起来！你要运动了，好，毛太郎加油！为了跑赢兔子而又要运动，辛苦了。他、啊、什么时候还可以跟你还有小铺玩啊？
魔物猎人的时候，你觉得怎样？明年二月的时候，哈？所以我们要玩游戏，要等二月哦，这样子哦。美女安安，到这你带我，好不好？不用我啊。啊，对，你到时候你都已经手刃黑龙了，哪需要我带啊？我现在一到我没办法玩游戏，你怎么了？哦，超级无敌烂哦！啊，没有去投诉吗？虽然我也不会去干投诉这种事情啊。我觉得那时候最佩服伊人，就是他们可以打电话去投诉这件事情。我真的哎，英帕，我真的对于打电话去投去给跟客服聊天这件事情，是个很难做出的事情。还有公司宿舍哦，公司宿舍。可是你要玩魔物的话，不知道露诺到时候会不会玩、欸？跟客服聊天，可是通常出事情的时候都是帮你转接到有空的客服啊。送走公主殿下之后，我被士兵抓住了，进了牢房，寡不敌众。即使我想扭曲形势，但岁月终究不饶人。牢房外不断有人喊出：“把公主殿下找出来。”不过，既然是找出来，那代表公主殿下目前无关危险。这对现在我来说是仅存的希望。外面的士兵们提到了裂缝消失了，这件事会不会和公主有关？我叫人担心，不知道公主殿下有没有受伤，是不是在勉强自己？而我却只能祈祷殿下平安，不禁对自己无能为力而感到愤怒，无能为力的自己感到愤怒。好，拜拜，英美安安。城堡内一阵混乱，还是我要改成哦？你这么想我，英美？难道说公主殿下出了什么事情，还是说敌人终于有什么动静？必须设法逃离，告知公主殿下才行。呼呼不行欸，说想你们，我也是有点害羞欸。哦，游戏规则要改了。嘟噜嘟噜嘟噜嘟。欸，我有这个。我的推推嘞，哦，在这里。推推上啊，推推。啊，啊，到底要走哪边？啊，怪要打完是不是啊？欸，要说呢。好，去吧。哎呦，你好棒哦！云背猫安安。
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好恐怖！好恐怖！螺旋南瓜，哦，shit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没啦，其实没什么好怕的啦，节目效果啦。完了，节目效果做不出来了。你怕火？啊！要。好像不用回去打了呢。冲啊！完了，他被空场啦！哦，好强，好强！哎呦！嗯？或许能让物品……哦，对耶，不是啦，他在烦我，先打他。谁？啊？怎么啊哥？会喷水，会喷风。啊，他该不会可以复制吧？
还我。哦，果然。记住了，喷风珠。动也不动的独眼怪物，每隔一段时间会喷出强风。嗯。哎。哦，哦，哦，好用哎。我靠，连自己也可以吹哦！得得得噔！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这样子的、欸。这样吧，然后放这个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，有人这招在打人吗？跳跳跳！哎、欸，里面得有钱啊啊！嗯？一定要还要有的吧？怎么可能没了啊？刚刚那一罐，最后一次。想起是不是有这么明显吗？他应该也没笨到一起啦，我只是皮呀、啊。怎样不可以是不是？有靠，我现在。公主？什么是公主？人家是女生欸。啊
啊？这个是哎、欸、靠啊，虽然可以烧吗？不行啊，这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他如果还要换建模式去，嗯，他如果还要切成林克来设这个，会很不开心哦。说好的很自由呢？好像不该放这个哎、欸。你想得很美呢，繁星。米萨卡安安。你有什么？呜！你现在能用吗？用什么东西？你是说我现在还有用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还有什么用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来一个。啊！哈！啊！怎么石头少一个了？哦，没有石头变回来了。啊？不可能啊，这边没有东西可以吹啦、啊。难道是要丢下去？不是吧，这么残忍吗？他们原本哦，不可能。原来你是说这个东西呀、啊？想说什么？突然问我我有用吗？怎样？你又没用过。林克炸弹没有，就是不想要用林克啊，对不对？跳跳跳跳，啊，这也锁住啊！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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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所以这大家干嘛？没方向啊！啊，晚点回来。这不就轻轻松松了吗？这不是简简单单吗？痛啊！哎，怎么血变这样子？玩过头了呢。这天气怎么一直都有蚂蚁呀、啊？奇怪，哎、欸，这次的蚂蚁怎么比以往还难杀啊？我以往杀蚂蚁大概两个礼拜就没蚂蚁了、欸，这次蚂蚁好难杀哦。
喝甲，好出，出的好出，不出的不好出。什么东西？看来之前有断掉过。嗯，哎、欸，过分，幺零克，哎，他真的不能这样子呢。真的过分呢、欸！啊，砍砍砍！虽然最近看到好多什么几分钟啊，现在好像最快记录是38分钟通关呢、欸，不是用一些 bug 可以卡到后面的关卡。这感觉好可爱，安爹安安，哎，什么时候要法术小瑞？安爹早安。这款叫《智慧的再现》。你不是刚开台，可以开台玩法术小队啊？怎么了？玩法术小队就不能开台了吗？哦、你是说我不是刚开始要玩吗？回转哦。哎，安迪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解巫妖王那个炸的那个嘛，你就先把点数洗到那个复活嘛，这个你应该知道。那再来，那再来是那个你。你跳那个最难的关卡，最难的关卡小怪比较多，而且比较快咬死你。大概这样子刷，不用十分钟就解完了。有啊，有那个复活可以点，就可以多复活。我不是跟你讲说我还特地点的复活加两次的那个吗？你看我都为了你们。点了加复活的东西，爹爹，我不记得有哪个了。嗯，我哭啊！吓死我了，吓死宝宝了。有什么漏掉的吗？哦，吓死了！没了。没死你？干阿西伯啊呢？好像没了呢。
你怎么又是熟悉的关卡？啊，有意思。啊？哦，排序哦，白痴哦，按错了。那完了，丢哪？吓死我了！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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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来在这边也要玩刺客调教啊！啊塞 ，no， 好哇！你下去。风到底干嘛的？要爬？骗子！啊！等一下啊、哦！他也没骗我呢，奇怪。下去啦。啊？怎么这样子爬、啊？不是吧？哎，好久没出来了，哎，出发。有东西吗？哎呦！
他打女生，他打女生。我是太夸张了，等一下，好嘛，好了，来吧，最强召唤兽。他不怕欸，哈，看到了看到了，那就靠你了，去吧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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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，等一下，我一个解谜没有过欸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隔壁这个啊，是走这边出去是不是？啊，原来不是解谜哦，爱吃啊！哎，好可爱哦，青蛙戒指，蕴藏着青蛙之力，特别让人跳得更高。哎呀，我很需要这个欸。呱呱戒指的游泳速度都没有用。哎呦欸，跳好高哦。签到，你莫安安。有欸，跳很高欸，快乐。啊啊！啊，路上要变林克打，我不喜欢欸，怪女儿回来啦，真是可恨。这次一定要把，一定要用无主的力量把你收拾掉。哦。哦哦哦哦哦哦
哇，大牛牛不是猪猪啦，蓝色怪物林克明被打倒塌了。对，那不是林克打倒的蓝色怪物，刚才的怪物出现那股力量，而我们再复制的力量很相似。原来如此，那家伙是复制品。无名加农乃当这世间黑暗的魔王，任谁都无法击溃。呜，消失在无力量、黑暗力量之下。啊啦啦啦，一直乱加字。好了吗？我想打架。哎呦，看来他的武器可以偷。加农，救我！怎么会没有伤害啊？还是其实有啊？哦，有欸。我的蝙蝠欸，好帅哦！该不会等下可以烧它？烧火蝙蝠，我是天才吧？哇，软烂射，我们的这个终于可以用了吗？看一下告示牌嘞，我在这。哦，没有发挥到。痛啊！射他！黄蝙蝠真好欸。多方尝试，多方尝试。蝙蝠嘞？蝙蝠在哪里？狗狗，狗狗上狗狗。哦靠！感觉还是这个比较好欸。完了，怕火的，哈哈，没有。呼呼，救我！救我！救命！
粉打。不行，我觉得太好笑了。射他！艾明安安，你怎么换粉红色的了？哦，射一下就不见了哎！你攻击呀！按错了，我不是。你笑，按错了啦，不要嚣张啦。他会进站了，他会进站了，救命啊！好猪肉。感觉这时候照这只比较好哎，哇，没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那么烂？戳他！他想戳我，戳他！哎靠！
我觉得真的很白痴哦。玩玩跑跑你可以打人，你怎么可以打人？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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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教学不是很又不是被二郎神虐过了好吗？没啦，他很简单的啊，对吧？林克弓箭咻咻咻，拿箭戳戳戳就过了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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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其实这个补血的意思是帮我本人补血啦，我那时候的用意是这样子啊，并不是说什么你补血我就帮我角色加血量，没办法、啊。感谢尼莫的抖内，嗯，是没错哦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可以招几只四只乌鸦了，是不是？哇哈哈。嘟嘟嘟嘟嘟嘟！你看我的力量碎片，我都没在用。欸，看不到。原来蓝色怪物是复制品，也就是说有其他家伙能使用和我们一样的力量。难道至今抓到的我们抓到的怪谁都是复制品？虽然这件事情很在意，但眼下你的父亲比较重要。既然裂缝已经消失了，他应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炸达，我们回去吧。有欸。是是是，哎呦，快逃！木棒。快抓！哎呦。尤西安安，开关器安安，好啊，尤西有没有玩？身为 Switch 的主播，肯定要有。知道哎，这款太贵，应该没玩吧？你才开关器，哪有？你没有哦？感觉很可爱，蛮可爱的、啊，没有，就是。这款没有塞尔达系列，你有玩过吗？因为塞尔达系列就是开放世界啊，你可以随便玩，真的是随便玩。可是之前我没玩过，那没差，其实没差啦。它如果没玩其他系列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没差啦，因为我也是从旷野之息跟王国之泪这两款玩而已。但之前很多系列有一些小彩蛋，我们没玩过，我们不知道嘛。但他有些角色会彼此有一些，就比如说他里面有个闺蜜，你没玩过之前，你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个女生来帮你这种感觉而已。不过你也可以沉浸在，就是我刚刚很白痴，要看吗？刚想说觉得很好笑，顺便录下来。你要看我们打王吗？
看，这是打完过程。其实你可以变身啊，但是我没有变身。来回顾一下刚刚，为什么要当湖南？不是我，我被困在你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武器？等下我先看一下这一段，我就知道你很好笑，我大跳出去。哎，准备大跳！好白痴哦！你看，我被他的武器困在边边，我出不去，然后就不小心跳到湖里面去。然后想说应该不会死吧，就当一下湖南。你看、我玩过就是王国之泪，然后还有旷野之息不见了、旷野之息。我讲真的啦，旷野真的很好玩，这个啊左下角这个旷野之息真的很好玩。然后王国之泪是今年的新作，是去年的作品啊，是吧？王国之泪是去年吧？是吗？还是今年啊？今年啦，王国之泪是今年的，然后旷野之息是很久之前的。啊！所以是去年的哦，真的是去年的，完了，时间过得太快了吧！欢迎安安，感谢花音23个月。我的兜帽是不是可以脱掉了？我可以刷 Amiibo 对不对？大达，谢谢你，是你把我救了，救了我吧！你能告诉我海拉鲁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哦，居然这种事情，为了拯救被吞噬的人们，为了拯救海拉鲁，你奋不顾身的挺身对抗敌人。赵达，我亲爱的女儿，真是太有勇气了，做得太好了。王陛下，您平安无事呢？逮捕。你们仔细看看，在你眼前的这个人是萨尔达。啊，萨尔达殿下。但萨尔达殿下不是制造裂缝的罪魁祸首吗？萨尔达是罪魁祸首。看来我的冒牌货真的是肆意妄为。萨尔达，我会设法解开这些误会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你做得非常好，谢谢你，萨尔达。哇，有衣服穿了，终于可以扫阿米宝了吗？波利格夏，我居然能看到你的模样，真是太让人惊了。公主殿下能平安归来，都是托归了托利格夏的指引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你。我从之前就在想说，那个谢谢是什么意思。大家总会对萨尔达这么说，代表的心存感谢心意哦。托利阁下愿意帮助萨尔达殿下，没有比这个更让我开心的事情了。要用言语来表达这份感谢之意，就是谢谢。我只想让萨尔达协助我清除裂缝而已。
不过既然你觉得开心，那就太好了。嗯。看来您身体应该是什么大碍。事情经过我已经从要打哈欠。事情经过我已经从托利阁下那里听说了，没想到萨达地下馆为了救我们，隐身对抗邪恶。想必您一定经历了不少磨难吧？不过您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过了。没想到那位幼小的公主殿下居然成为了如此出色的人。哎呀，看到公主殿下回来太过开心，不禁有点感伤。很抱歉，虽然您才刚醒过来，但国王陛下要传话给你。等您充分休息过后，就到王座大厅找他。那么我就先走一步，我会在王座大厅等候你。哎，复制。哎，终于拿到了吗？记住了萨达的床。我想要记萨达的马，想要记。海拉路解完各地会有很多支线任务，我知道啊。所以我稍早开台你不在啊，我有说，其实这款我觉得开台玩，我觉得其实蛮对我来说蛮不好的啦。我觉得跟姐姐一样私下玩会比较好。可以随时休息，随时查攻略，随时看一些影片来配着玩。哦，萨尔达，你有好好休息吗？总而言之，这样啊，我在打哈欠，这样就全员到齐了。那么不必多说，我把大家找来，但是为了讨论今后的对策，不被剧透，我觉得剧透可以啦。这只是可能会觉得说很像白痴，可以变林克达，为什么不变林克达？对不对？那再来还有很多，就是可能，哎，我就是真的想要自己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用告示牌去打怪啊，应该是不没办法。就想要，不是大家都变林克达，有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托利阁下刚刚已经把海拉鲁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了，多亏他们俩。各地的大型裂缝都已经消失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已经恢复了和平，是这样没错吧？在海拉鲁殿下，海拉鲁城堡地下和我们战斗的加农，是用复制的力量所在呈现的。把我的同伴抓起来的怪物，或许也跟加农一样是复制。我们先前一直以为一切都是名为加农的怪物策划的。而至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不过是加农被林克阁下打倒后的残影留下。原来一切其实是其他来路不明敌人所为吗？那么那位绿衣剑士林克从敌人手中拯救了萨尔达，但林克反而被抓住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林克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啊！国王陛下，不好了，各地又出现了。再次出现大型裂缝了，而且还同时出现三个。你说什么？裂缝出现的位置在哪里？分别是奥丁火山、费罗尼斯地。白痴，现在才要到费罗尼斯地呀！啊哈，我那天越级的就是那个叫费罗尼斯地啦。海拉尼尔山。奥尔丁、费罗尼、拉尼尔，这三人难道说，遭到裂缝吞噬的地方都是伟大神力有密切关系？你说的伟大神力是指什么？神遗留在世上，超乎人类力量想象的力量，那就是伟大神。所以那天我才问你，已经到沼泽了哦。啊，我靠！
我那天才玩第四个小时哦，不到哎、欸。海拉鲁王族自古以来就已经知晓了自古力量存在，所以我你看我开台才玩这款游戏，我私下要没玩，你要看吗？以游玩时速出现裂缝的三个区域都是一流三女神有的密切哦，智慧、勇气跟力量嘛。啊，安妮的影片我看。裂缝出现的位置仿佛是看准了与三女神有关，难道裂缝不是自然产生，而是某人刻意制造出来的吗？不会吧，如果是这样，万一伟大神力落入那个人手中，在海拉鲁王族的传承中有着这么一段话：当觊觎伟大神力的邪恶之人出现时，睿智的公主、女巫与勇敢的勇者也会现身，公主、女巫和勇者携手合作对抗邪恶之人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好了，国王，你女儿要嫁人了。萨尔达已经清除了好几个裂缝，难道萨尔达就是公主、女巫？公主、女巫？那勇者是？我想勇者是指那位剑士林克吧。居然有这种事！不过照萨尔达公主先前说的，那小子在五之世界也能自由行动，而还独自一个人与敌人战斗。如果林克阁下就是勇者的话，那么公主、女巫和勇者都已经出现了，但林克却被敌人抓住了。萨尔达前往和三女巫三女神有关的地点，清除该处的裂缝，阻止敌人的阴谋吧。只不过光清除裂缝并不足以对抗真正的敌人，必须找出敌人囚禁的勇者林克和他并肩作战。萨尔达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也能，我也希望能让你过上平稳的日子。真活，哎，我在乱讲什么？但事与愿违，你是公主、女巫，是海拉鲁仅存的希望。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为你的旅途提供协助。索达利大臣，你出去和卢贝里阁下一起调查裂缝。右骑将军，你负责指挥士兵，前往各地调查出现的怪物。英帕那套衣服拿出来杀他吧。睡衣吗？都有睡衣拿了吗？这么紧要关头就送一个套睡衣，这套非常适合你。哦，不是哎、欸。这套是王族代代相传历史悠久的服装，正好适合你踏上旅途的你。我想敌人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伟大神，虽然不知道敌人身份，不过再这样下去，海拉鲁将无未来可言。为了守护海拉鲁，还请各位为此尽一份力。是时候登场了，公主殿下，您是否常？虽然我没有料到您会穿着旅途，但想必那一半一定会很好。我把那匹马寄放在海拉鲁平原西边的海拉鲁牧场，我会通知牧场的人，请有空去看看吧。好喂，别觉得放心。没有啊，有人换视讯啊，这不是照片，这是视讯啊。哈哈哈，就白痴，玩 Switch 怎么可能会照到手？哎，女子安安，早安。哎，小维，睡衣怎么拿？快点告诉我。呜呼，有阿米伯少了，我要换林克装了。红色衣服，呀、yeah! ，有红色衣服穿了。
嘟嘟嘟嘟，跟你爸拿的，好，爸我来了，爸我来了，爸，啊，爸，我的睡衣呢？我的睡衣呢？击退了吧，就在东部的神殿那个像云一样的怪物，是是是。哦，那是怎么会输给那种扑面的怪物？不管如何，总算少了一件烦心事。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烦心事是不是？我爸不给我睡衣耶，好吧。爸爸，我的睡衣呢？爸爸，牧场。所以在格鲁德，哦，那没事了。这么久应该回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该不会是萨达殿下吧？欢迎来到海拉鲁牧场。事情我都听英帕大人说了，是萨达殿下的吗？弟弟正好外出片头。他怎么带胡子啊？真是的，突然大叫。这样对萨达殿很没礼貌。我骑着马到海拉鲁城堡西北边的胡萝卜田时，突然出现了裂缝，那匹马为了保护我被喷死了。萨达殿下，真抱歉，我马上去看看情况。马上，你给我走的。丝绸睡衣吗？就是睡觉。可以增加回血的速度啊，哪一件呢、啊？你好，萨达殿下，疯狂之谬在调查裂缝。根据村民的描述，奥丁火山和古龙城都出现了裂缝。住在奥丁尔山的古龙族似乎也是深受影响。那些古龙族都很好相处，我们实在有点担心。据说他们族长最近换人了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帮忙。杰作啊，即使我们很想帮忙，但爬上这座长长的山，对我们的体力来说实在太勉强了。这些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。看来古龙族可能知道裂缝的事情。来，那孩子跑去哪了？哦，年轻人愿意听老夫说话吗？事情是这样子，老夫养的猫咪不知道跑去哪边了。他常常和其他猫咪待在一起，要是能看到教堂。买走衣服的是我们村口，看别人花钱买衣服了。问问猫咪，咕咕鸡们，为什么你们不肯回来？啊，你等我一下，可以帮我忙吗？我们家早上咕咕鸡关头差了。
要看。一共有五只鸡。哟，剑士哥哥回来，我们约定要一起玩。哦，是在这里是不是？高干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砍他看看，我才不要嘞，白痴哦！当我不知道啊！好啦，你都给10块钱了，重个档。3块，好了，一下，不能再多咯啊！区区这些钱，想让我被打，以猫咪服的确是我买走的。听说那件衣服能听懂猫咪的话，所以我一直心动就买，不过完全忘记自己靠近猫咪打喷嚏了。虽然特地买的，但还是人先收起来了。你想要这套猫咪服吗？我想想，你能答应我一个，我就答应把猫咪服送给你。你看那里不是有只猫吗？我有个重要东西埋在脚下，能不能替我把东西挖出来？那只猫咪又一直在那边不走，我又打闷嚏，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。你能不能吸引猫咪的东西吸引？把安妮的影片拿出来播。屁啦，吹不走的啦，定风珠。嚼嚼嚼，私房钱。猫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刚刚给我的东西真好吃。老爷家的猫咪不清楚哎，其他猫咪或许知道。哎，看在上面哦。我想说，每年不是每次，那些往年的作品不是都会藏在上面？刚才在努力看天花板。哎呦！来安安，早安早安，啊，五只了，谢谢你旅行者，请过来我这边。哇，上面好多猫哦。多亏你的帮忙，离家出走的咕咕鸡全部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。
娟子因为早上为了强力胡萝卜太酸就离下诅咒，没想到他们竟然那么挑食，真伤脑筋。不过这点你挺可爱的。总之谢谢你的帮忙，你收下这份礼吧。哎，复活两次。你知道啊，如果举着咕咕鸡从高速往下跳，就能飞得更远哦。除了咕咕鸡之外，其他会飞的动物说不定也可以。会飞的动物哦，你是说这楼上这只猫吗？咦，你听得懂我说话，真是奇怪的人类。家的猫咪，我是晒太阳不清楚，不过西边风车上的家伙或许知道。西边。风车上里面什么啊？这边是不是什么武斗场哦？之后再来玩。卡卡利科村，里面还没有进过。哎，起来！林克哥哥，等等我！哎呦，我家孩子很可爱吧？之前他们差点被轮分，是一位带着多宝的少年救了他们。很久没见到那位少年了，不知道他过得怎样。哦，嗨，晚餐后的甜点要吃什么好呢？去商店买一下强力葡萄，好好享受一下也不错。我有，我给你。哎，这只猫好像布布哦。因为我每次都跟他说我喜欢你，他就会露出笑容。哎，这只猫。可以耶，我刚想说奇怪，怎么可以跳那么高？等一下猫咪不清楚一下，猫咪有跳。对，我带青蛙的东南西，西不是左边吗？哟，你成功让风车转动了，猫！这只猫也好好看哦。老爷家的猫咪，那家伙刚才跟我在一起，沿着村子东边出口道路一直走，有一棵不错的树，它就在上面睡午觉。那家伙很贪睡，应该在那边呼呼大睡。真是的，沿着东边出口。嗯，我进去过了，老奶奶家。冲啊！有一棵大树，哦，就这棵。哎，我现在可以招四只乌鸦了，哎。
树下，我看都是这棵树啊，姚爽妹。嗨，啊，你会下地狱？路上还有怪、欸，哥哥。你的设施有安全隐患呐、啊，鸟会咬人呐、啊。20，干，没比较赚啊。哦，有赚了，赚了。救命啊！不是，那那只猫呢？猫咪死去哪睡觉了？啊，在这里啊，臭猫！爷爷在找我，好像睡得太久。正好肚子饿，回去吃饭了。哎，都来这边了，看一下这个。啊，滚木哎！欸，这可以抓吗？它有伤害吗？好，不行。受伤，受伤。
哇，我差点想要用那个时间回溯。我冲下啦！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繁星在干嘛？繁星啊！我当猫就变乖乖的了。要，哎呀，这样可以睡觉吗？不行。哎哎哎！这回好慢，等一下。床。啊！我被自己笨死了。啊！然后大声干嘛？嗯？哦，他给蜘蛛网是这个提示哦。啊，然后嘞，要从上面下来哦。下面四八，对啊，
不是插在哪边？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了？嗯？怎么了？没有说这个掉下去跟爬楼梯下去差在哪边？等一下，闹钟响了。等一下、啊，按错了。来了来了。四个，祝福大家。呜呜呜！什么鬼？怎么会有鬼？哎呀，没事，应该是刚刚放歪了吧？走、啊。我干嘛要把它消掉啊？白痴啊！
感谢陈林烙格的追随啊！按错了，烙格，烙格点错了。感谢陈林的纠团。等一下，你们名字怎么都是这个？绕格绕杰，感谢。等一下哦。感谢双。等一下，你是那个双阿吗？你改名字哦。感谢法环派蒙的追随，感谢星辉午夜，星辉夜的追随，是啊，干嘛改名字？绕杰干嘛改名字？绕杰，吴建安你好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对不起，这个不是照片，这是手。因为他是我的副主播，花之丸，你少少是不是？嗨，少少，晚上好。他被我改的哦，赌注赌输了吗？玩真心话大冒险吗？感谢啊！感谢 RICKYLE 的追随，等一下啦，我一直没点到，我要回追回去，等一下再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感谢绕格绕杰的追随啊，对，感谢你是双阿骗过来的吧？好啦，感谢双阿骗人过来，谢谢。怎么会说骗呢？好了，被发现了。我想说，一个叫绕杰的，然后再看一下啊，双阿不就是那个双阿吗？这叫推荐，不是骗，一定是骗过来的，好吗？敲你！他刚刚在玩什么？光遇哦。哦，这只真的好强哦！哇，你好无耻啊！有帅哥怎么可能不来？哪里啊？又没看过长相，哪里来的帅哥？我被恭维。哎呦！哎，鲁鲁米季快到了，快乐了。哎，我想复制这个，复不了，还是他已经被我复制起来了。你哭？等一下哦，
哎。怎么还要玩汤仓库番？其实他可以跳起来的，我想说，好像不用移耶，他可以跳起来。啊，开台辛苦了，赶紧休息耶，晚安晚安。啊，什么客套话都不会说的，赶紧去休息。跳嘞！太高了，太高了，会怕。哎，啊，没了吗？等一下，一定好宝箱的吧？等一下啦，我不要出去。哇，哈欠打好大哦，是不是该关台了？哎，怎么一点点，再一点点，可恶！我不要，我不要回去，你没经过我同意，难过了。嘟嘟，自己也没看到萨尔蛋嘛、欸？我知道复制萝卜，这个我看姐姐用过，别难过，难过死了。啊，我刚没打到小杰宝，想当懒虫安安，我在吃萝卜了，嗯，听起来很色哦。萝卜，萝卜啊，怎么啦？嗯？你可以拿那边的胡萝卜给他吃，要是您亲自喂的，他肯定很开心。哪边有萝卜？哪边有萝卜？安安，我是陈琳的游戏托管人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他的游戏都是你送的这种吗？拔萝卜，原来这个意思哦，白痴哦！我想说，按 A 键没反应啊，按 Y 键没反应啊。这匹马是英帕大人寄放在这边的，请您带着它一路上路吧。对了，萨达殿下，您知道禁术夺旗吗？
那是海拉鲁牧场举办的比赛，需要您带自己的马来参加。你想骗我钱？就代练托管目前就明朝新帖啊啊啊！先让我复制一下啦，臭嘛，吃什么吃？晚点，晚上再给你吃。晚上再给你吃啊！来吃萝卜，去。生气了，不吃了。走喽。架架。公式。啊，又。你看，这不就又复制到了吧？鲶鱼早安，关台了吗？你关台了吗？这可以复制哦，这可以洗哦，哇！不是吧？这么好的吗？对嘛，就想说不可能可以爽爽刷。对嘛？嗯？对吧？不是吧？怎么那么好？好了，我还没要关台啦。不是吧？这会上瘾啊！等一下啦，这边怎么那么好啊？这不对啊，这超不对的哎、欸！不可能吧？哇哈！这边是哪边？我记一下位置。好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哪里？这里的左边。啊，不洗了啦，洗只洗洗水果而已啦，换一两块打怪比较快。那就不然走下，又走回地道。哎呀，怎么掉下去啦？啊，我今天想要去打这个啦，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打，这边不是有那个吗？有蝎子要打，我那时候看胡子打，我想说奇怪，他进度比我慢，怎么会有这只我没有打过的 boss？ 然后今天安妮，安妮不是有个影片，要说怎么打那个，他说哇，原来是在这里呀、啊，
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我来过吗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我来过了哎、欸。猪，哇，好快乐哦！还是什么陷阱？哎、欸，过来过吗？有哎、欸，有有有。好，下一个地方，这里。往这吧，oh no，
啊，哪里呀、啊？这里。啊，还是要放这个。嗯。啊，在这。哦，好棒！哎呀，你准一点啊！好，好，睡觉。哎，视讯可以关了吧？待很久了欸，还是你们在期待可以看到什么？谁？欸、降落米奈，感谢米奈的降落。杂谈结束了、哦，这就是清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靠腰，你杂谈还可以跑来看我台，你就是清除沙漠裂缝的萨尔达，没错吧？有件事情来拜托你，这件事情没办法向别人开口。感谢米奈降落，正义陈安安。HALASHUN 哈啦，怎么这样念吗？开台前来打招呼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在开？我知道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我问你哦，你知道一种长相虫的怪物茂茂吗？如果不把这种怪物巢穴破坏掉，它们就源源不断冒出来。我叫雷斯雷朵，雷斯雷朵，哎呦，平时是一名士兵，前阵被士兵消灭猫猫种，罗斯雷朵，但我只在供应不了猫猫这种生物啊。细小的腿和动作，哦，那不就姐姐吗？啊谁林？那念环吗？还是横？一横一个日，一个横。怎么念啊？一日一怎么念？早安，开着繁星的直播，玩幻痛拉比去了。嗯，幻痛拉比，降落安安，林静祥安安，艾斯安安，轩哦，哦，对不起，林轩安安，那念轩，抱歉啊，沙。文化沙漠，可不可以叫我哈拉哈拉修？哦，对呢 ，SHU， 啊，哈拉修安安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是说这个种吗？你帮我去消除茂茂种吗？我好答应你。它在东北，东北，东东北。破坏完所有猫猫总跟我说一声。
等等，游戏的场景好像真人照片。游戏的场景，你说这个东西哦？没有啦，我有开图起，然后有人兑换要露手，但是这款游戏要用手把玩，于是我就开着娃娃给他们看。不久前，我还奉组长之命重新安排了保护库的警备。我把新任的士兵都按照最理想的形式部署了。部署完毕后，自然想尝试一下是不是真能守住。这个萨尔达，你要不要和我比试看看？保护库深处有个藏宝宝箱，要是能拿到里面宝就算你。怎么样？来！保护库在宫殿二楼西侧。二楼西侧。宫殿二楼机车，哎、欸，好忙哦，怎么一大堆任务啊？还想说随便解个任务去睡觉了。嗯，宫殿不是这里吗？好哎、欸，打蜈蚣。咻咻咻！啊，宫殿是楼上这里吧？借我踩一下，不行。嗯。这个吗？到了，同款睡衣，好诶，我睡衣穿了，然后再来是，抱歉，是什么？哦，帽帽。哇靠！哦，舒服，怎么那么舒服？嘣嘣嘣嘣！绝了！呜呼！
哇靠哇靠哇靠，这群猪疯啦。开冰箱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看一下哦，到了啊，这里啊，啊，是这吗？是在这里吗？还是在这里啊？欸，小欸，在哪边？那只大蜈蚣位置在哪？哪只？比较大只的有三只，两只打死了啊，我现在差一只，不是在这里吗？还是在这里？嗯？哦，有风了哦！任务我接了啊。哦，接到了，没事。哎，要你们何用？没有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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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歉，抱歉。你好烦啊！怎么又蜘蛛了？哎，不是先不不不不不，语无伦次了。哎呀，怎么又蝎子啦？哎呦，有本事上来打、啊。
这边是不是要重打了啊？算了，再一次，睡觉。我会一直招哦，那真的是有点过分哎。不能正常玩嘞！哦不，靠，不自拔，还是我干脆就不要打死他、啊，感觉这边可以刷钱哎，感觉很棒哎。哇，每次都你哎气哦。停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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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思考一下。改狗狗会比较好啊，不够。
哎、欸！好久看你直播了，是好久没看我直播了吗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你刚刚一直咬我，还有你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嚣张啊！用海胆好羞辱，没办法。感谢海超人与大渡游侠的追随。干干干！不然正常用什么打？用这个鲨鱼打吗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刚刚用这个打的吼。怎样啦？那、啊、就方法很多种啊。哎、欸，四只哎。你用人马，啊，是因为那你那是因为你有五个啊，我你有六个啊，我现在只有四个啊。你先冲主线，了不起哦，了不起。不是啊，后面就知道他的模式啦、啊。对不对？先把那只蝎子先处理掉，可以打它。那鼻子好痛。第一只你用猪打，我第一只也是用海胆打的、啊，不是你刚没看吗？我一二我全都是用海胆打的呢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没回任务，白痴哦、喔！啊，等一下，算了。你在睡觉、啊？睡屁啊！睡屁啊！在这里。不然藏少会睡着。哈，来跟你讲说，姐姐要开台了。你就萨尔达小姐，听说你救出了被烈风吞噬的同伴们，这是真的吗？既然你这么可靠，有件事想拜托你。基于某些原因，我希望你能带某只。眼神凶神恶煞的鱼，眼神凶神恶煞的鱼，啊，它是沙漠的鱼呢，靠，哭了。不是吗？不像吗？不够凶吗？我觉得很凶啊。啊！我觉得很凶啊，眼神凶神恶煞的鱼，两次我扛过来是不是？这只，
你就要被炸咯。臭脸。嗯。放电水母。对耶，我有水母怪耶，都忘记这件事情。哦，怪物太多了啦，真的记不起来，来不及用啊。水母嘞。按家可以找更快，真的吗？等下试试看。啊，你是说直接找图鉴哦？从图鉴找是不是？好像也是哎、欸。我想说，我都是找我常用的。等下我流鼻血了，也不是流鼻血啊，这鼻子有血。这是鳞片，用我的卓拉族秘传技术打磨的鳞片。要带这个鳞片，你就会有用啦。真的吗？妈妈为你准备的。嗯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，只要肯努力，你也做得到。有用，好好玩。给我钱，给我钱！啊，护身符哦，得到了卓拉鳞片，只用卓拉秘传技术磨成的护身符，能够在闭气时间，这样我是把鳞片塞到鼻孔里哦。哎，好了，我今天本来就是想要解这两个任务啦。就是解完城堡加这个，还有那个在哪里打完蜈蚣，好了，剩下的明天再来解，要先回任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那个爷爷的猫我还没回任务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我刚刚一直打哈欠。虽然没有想睡觉，可是状况一直很差、欸。反正下午也想开，但是不是也想开，下午就要开了。只是那时候下午的时候还蛮热的，台风过后就变好热了。咻咻。只是特训就累此力疲力尽，这样根本无法讨伐拉内莫啦。你刚刚不是也说你手臂好酸？所以你有什么事吗？莫尔德拉吉克，你打倒了拉内莫拉？你一个人打倒拉梅洛拉啊？不是，我有海胆大军。去确认一下。哇，他城堡平息了，他真的打倒了拉梅莫拉。被抢先了一步。法瑟陀大人，你们主动说要讨伐拉内莫拉，却没有离开这个房间漫步，因为敌人相当棘手。我打算好好特训一番再出发。我也是。真的吗？特训有什么收获吗？没有。
但你们千万要记住，人必须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。我很清楚你们的实力，对自己有点信心吧？大达，你又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为了报答你讨伐拉雷莫拉，请收下这个黄金腰部，以金丝编织而成的珍贵腰部，穿上后不会被强风吹动。哎呦，是因为纯金吗？那游泳的时候不是会潜下去吗？沉下去。还一个任务吗？不是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你吗？有。那个怕虫的是哪一个？找一下哦。找到，找到，找到！你怕的虫虫我解决了。不是啦。你消灭了冒冒种，谢谢你，真太感激了。我的宝贝就送你当做谢礼。这可是格鲁德工匠，格鲁德工匠打造的贵重饰品。哎呦，金丝大发夹，能够提升新的出现率。雷斯雷多，哪个？这个什么？小队长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不好意思，飞站岗时间还来打扰你。之前派你去消灭冒冒种的任务。果不其然，我刚才收到报告，那冒冒种全都消灭了，做得非常好。我从以前就是觉得你身手不凡，胆量也不小。等哪天出现新的冒冒种，再麻烦你了。哇，哭死哎！我有跟格鲁德左边的猫猫对话过吗？没有哎、我才刚拿到猫猫衣服呢。你是说这个房间左边的猫咪吗？刚刚好像有哎、这个吗？完了，卡住了。啊，进不去哎。外面的，这只吗？猫咪似乎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，但可惜我并不是那种猫咪。哪种？你是鸡掰猫猫吗？没了啊，是它哦。暗家哦，好嘞，确实哎。按种类分好像比较好哎。哪一只？刚那一只猫吗？很好笑，你说？不好意思，我并不是那只猫，那种猫。好没了，对不对啊？爷爷的猫，爷爷的猫，爷爷在……啊，马还在这里耶！爷爷在这里，卡卡利克村。来看看老夫的猫咪回来了，你是一帮当这边谢礼，请你收下吧。哇，谢喽。
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吧。啊，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啦。啊，不行了，不是就懒懒的，累累的。好啦，看手手啦，你们看手。七月晚安，雪莉晚安，米奈晚安，感谢你揪团过来。我不要。不要什么？去站哨啦。小薇晚安，碧蓝色晚安，英美晚安， YT 的爱死晚安，不要晚安，拜拜，那就拜拜。小子晚安，不会想说你 YT 还没关就降落过去了，肯定不要关台。我不要。晚安。兔子没开，帮他开过了。还有吗 ？YT 的小维宝贝晚安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要把我的那个账号改成繁星宝贝了。我说安妮的繁星宝贝。好啦。晚安，晚安。嗯，看来猜中了，猜中什么东西 ？YT 的小子晚安，学什么？不是，在你改这名字之前，我早就有取一只叫繁星宝贝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，欸，去年初的时候，我就创了一只繁星宝贝。然后那时候安妮看到，她说：“是你吗？”我说：“是我啊。”应该是忘记了，因为我那时候，因为我 YT 除了本账，还有那个直播记录账号，我还有一个叫做“繁星宝贝”的。但是我觉得太超过了，我就没有再用那一只，我就把那一只改回繁星了。繁星加的什么？应该是安妮加的吧。你还真的不知道，你一开始也不是跟我们这边也没有很熟啊。我觉得被叫宝贝很爽哎、欸，啊不是、欸，我那时候好像叫繁星老公吧，对吧、啊？后面就关掉了。而且最早之前我的图起啊，那时候不是改中文名字吗？其实最早的时候。我想过，还是我就直接把繁星名字改叫老公两个字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想说啊，算了啦。但后面就陆续出现了老公O啊、老公底线啊、大老公啊、小老公这种 ID 出现。好啦，关了关了，晚安晚安。大家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。